别过来，快点，会受伤的。督主，督主，少爷，天哪！一次意外，从此丧失听力。啊！快说话，我什么都听不见。东珠的听觉神经两边都完全受到损伤，像他这样的状况进行人工刮耳手术也没用的。为了继承家族财产，父亲跟我为枉费外公的辛劳与努力。第一次出现在公开场合，要正式开始接受精神人记忆实习吗？他努力假装，掩饰失聪真相。勇敢面对生命无常考验，妈妈，妈妈！冲破残障枷锁，没有人可以拆散我跟我哥的关系。听得到我的心声吗？星空卫视全国独家首播。